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修行于定，当愿众生以定复心，究竟无余。我们这个心很不好降服，必须有定的功力。我们以前说修定的前方便打坐，另一种呢是动中的，把你这个心呐照顾好，关注你这个心。我们的修行嘛是两种，一种是止，一种是观。止呢就是定了，就是定的时候就要止。说你有定力没有定力，看呢，验证一个人的功夫有定力没定力。就你遇什么事情不慌张，我们经常说这人有主意，那就叫定力。定力修定能产生力量，这个力就是慧，就是慧。说我们把心呢修行得能定得住了，这得遇着事，遇事情时候验证你的心有定力没定力。来做一些功夫或者做什么事情，突然发生一种事情，有定力的人他能有智慧，没定力的人他就没有智慧。所以在你修行时候，在你日常工作时候，说这个人呢修行的很有功力了，那就表现在定的时候。他遇什么事情不慌张，也是有定力了。在定的时候呢一定还得有发愿，发愿。因为我们这净恒品呢不离开发愿，买一个事每一件事都要发愿。在你修定的时候要发愿。因为我们这141都是愿。我们定的功夫还没有。就是练习着修的时候要发愿。发愿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智守菩萨说的善用其心。发愿就是希望。光有希望不行啊，得要去做呀。愿跟行的同时，一边去做一边就要发愿。发愿怎么呢？把这个心呐降服起来。修行定的时候，你先要降服其心，不要他打妄想，让他止住。身吗？解家趺坐是止住了。口里吗？那不许说话了。修定的时候还能说话，不要说话了。大家住禅堂啊，禅堂挂个牌子啊，止语啊，就是身口意三业，意是最难服的，把它定下来，把它降服住。
这个注重主要是注重在愿上，因为这141啊都是让你发愿的，不是你用功夫的时候，真正用功夫的时候不在这里讲了。普贤的净行品就是你要修行的时候应当发愿。咱们讲后头讲十定品，专门是修定的。这个主要是善用其心，修定修慧的时候要发愿，注重在愿上，不是注重在定上。说你要做的同时，你必须先有希望，这个希望就是发愿，一边在做一边希望成就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就是愿跟行同时的，一边做一边叫发愿。发愿什么呢？不是自己，愿一切众生把心呐、都降服起来，把心把它降服住。降服到什么程度啊？那就看你功力了。降服到的发生的根本智慧，无明断尽，那就达到究竟了。一般的不是讲定讲慧，实际上这子观两个是分不开的呀。子的时候就有惯例，因为有惯例才能止，没有惯例你止不住的。因为止住了才能生出惯例来，惯例就是智慧。分开讲嘛，大字这么说，实际这两个是联合的。修止的时候就有修惯，修惯的时候也是当愿众生渐入实理，渐入实理是定中渐的。这个时候就永远没有乖争了，不是说人跟人的争吵那叫乖争，不是说你自己的心里，你的心里无障无奈了，就没有乖争了。修观的时候是观照的意思，因为你观照产生力量了，那个力量怎么产生的呢？就是因为修定产生的，定产生观照力量，观照力量降服你心的妄想，降服你口里的乱说，降服你身体的乱做，三业清净了，观照产生力量了，是定。而又定又发生智慧，这智慧又是观照。在我们平常的一般的在你生活当中随时要说觉察，人说不犯错误是说你心里头不生意念，不生意念，这是观的意思了。观观什么呢？观无常，观无我，观苦，观空，观般若。观般若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定产生的。那么把观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你平常想什么就是这么句话，你想什么，你是想的说一切没有真实的，这样你就看破了，看破，看破了还执着什么呢？没有可执着的了，那就要放下了。放下得有定的功力，日常用车生活当中，现在大家来听课的时候，你身体在这坐着不做什么事了，口里当然不许你们说话了，
只许我一个人说啊，口里也没有言语了，思想里可自止不了。怎么自止不了呢？明明坐在法堂里来听课，心里想到外边事情去了，一坐下来胡思乱想就来了。讲的深一点吧，你听不懂，你会怪瞌睡的。讲的浅一点吧，你随我讲的就思想就跑了，开小差了，就随着讲到世间法呀，讲到比喻啊，讲到故事啊，大家听故事很高兴，那个心里头随着故事就跑了，定不住的，定不住的，定非常的难呢。不是坐在这个地儿什么也不想才叫定，那个不是定的了，就你什么也不想，只是控制外边的景缘，那不叫定。怎么样才是定呢？你坐这儿，不管口里说也好，身体做也好，你心里头是在定中说的，在定中做的，那就是会，那个会来做一些事，不是定。但是没有定，会产生不出来的。而做一些事都有方法，你没学过，你不会做的。因此啊，大家把这个定跟这个观慧的观讲解时候呢是分开的，赶紧行动起来呢，它是一致的。你慌慌张张的，你什么事也做不好，必须得有定力。那这个定不是不动的，这个定是动的，叫动中静。动中静就是慧中有定，你干什么一些事儿都能达到圆满。我们为什么做什么事儿有时候做的错误了呢？定力不够，那慧解的方便善巧呢也没有，所以做的就不如法，就不好。观就是想，想的时候有时自己想的时候跟自己思想里头自己打仗，你想这个方法和那个方法，又想过去啊，我那件事做错误了，哎呀，我该不应当那么做了，这两个就意见就不一致，自己思想里头不一致。后来有智慧了，理解到以前没智慧所做的，这叫后悔，后悔。那悔之晚矣，过去了，没有了，回也回不来了。那以后再做的时候该有慧解吧，照样犯错误。因此把这个定慧把它两个联合着说，感到进一步说的深功夫了，咱们出家人就是就定能降伏一些魔障。定就是止呢，慧就是行善，没有定力你止不到呢呀。这谁愿意做错事吗？没有。但是他自然就做错误事儿，为什么？业不由己。我看在法制报上，很多杀人犯，他最初并不是想杀，但是当时那客观现实发生了，他不得不杀。